我们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蛮清楚。你看三垒手其实他手的位置啊，很像是在比赛后段的贴着边线防守的位置。哦，这个球在左外野方向，感觉上打理相当的好，在左外野方向，结果最后红不让。陈真打出了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支全垒打，这是阳春炮。哇，这支全垒打蛮深远的。